大家好，我是朱伟强。2010年，我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了探险。我曾战过苏格兰高地、卡尔巴阡山脉，还有残酷却又美丽的亚马逊、撒哈拉等等等等。多年的野外征战，其实有时候都是超负荷运动，身体多少会有些损伤。特别是每次重装户外后，关节总归不会太舒服。经常有朋友会来提醒我说要通过补钙来解决问题，但我知道关节和骨骼的养护是有区别的，光补钙是没有太大作用的。目前市面上比较好的是通过补充氨糖来帮助养护关节软骨，因为氨基葡萄糖是人体内合成的物质，是形成软骨细胞的重要营养素，也是健康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成分。正好给大家分享一下陪我常年户外征战的战友 Move Free 易捷氨糖软骨素，它不仅含有补充关节营养的黄金搭档足量的氨糖和软骨素，还额外添加了舒缓成分 MSM 和透明质酸，对关节很友好。这个品牌在海外卖的可火了，在很多专业赛事上都能看得到它。身体是我们探险的基础，只有让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正常运作，我们才能去更远的地方探索，看更美的世界。所以啊，保护好你的膝盖。